吃。我在后宫呢。觉得帮我开个八十的饮料，我也不大碗。那你坐老板那一桌，老板那一桌要吃什么都可以吃。地位呢？没有，你知道没有烫手啊？还有加热更大，还有加热一下，刚才在加。一碗玉米汤。一碗。对啊，今天的吧。Yeah, 嗯，好了吧？那个。这个不要。多看看。好，我们拿到结案。好吃吗？的牛肉都有啊。好棒啊！我两个礼拜没有。不过对面，对面他们那个蒋燕他们家。有人排队。哎呀，要动。打酱油。那我被画一条线。过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你看，小刀。跟老板对不起。来了，脚太长了啦，你缩短一点。对啊，这不是，这是小 baby， 又不是你坐的，你还要跑上去？又不能坐那个了。